报告。凯凯，你带领的班级这次表现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谢谢主任。他是凯凯，今年大一，从小就是个懂事乖巧的小孩，很听长辈的话，是老师们眼中的模范生。他是小婷，是凯凯的同班同学，是个活泼又幽默的学生，喜欢到处交朋友。一样是买饮料，凯凯会习惯拿环保杯去装，而小婷嫌麻烦，则是用饮料杯外带到教室来慢慢喝。你上次跟我讲了一个你喜欢学姐的事啊？不是你喜欢戏剧社学姐吗？哎，跟我们班那个如何？谁啦？你那个学姐啦？哪一个啦？哎。你等一下跟他干嘛？没有，怎么了？走啦，要不要去打撞球？算了吧，先不要了。你在看什么啦？没有啦。好，要上课了，走，要上课了啦，走啦。小婷，垃圾要分类啊，不要全部都丢在一般垃圾里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谢谢。哦，哎，要迟到，真的要迟到，等一下迟到怎么办？这不累的，真的好可怜哦。哦，终于下课。你怎么一直心不在焉啊？没有啊。你在看谁啊？啊，没有啦。啊，我要回宿舍了。这学期我们班的扫地区主要就是外扫区，还有资源回收，大家了解了吗？凯凯，来，这个名单拿去，帮我分配同学的组别还有区域。好，好，现在没事，下课十分钟。我们去跟小婷他们一组好不好啦？哦，好啊。走啦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？好啊，不过今天温温请假，我们可以让他一起吧。OK， 那我们去填单子喽，走啦。
吃吧。走啊走啊走啊，现在我们过去吧。哎，凯凯，干嘛？我们等下要去逛街，啊，剩下交给你们哦，不用这么认真，随便用用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小婷，走吧。现在吗？对啊，那间店只开到6点，我们赶快去了，走吧，走。我们东西绑好了，那就交给你们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啊，你不觉得他们对资源回收都完全不在乎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想要改变他。啊？哎，好了，赶快用一用吧。你这怎么丢这里啊？你应该也要踩一下。这是帮你点蛋饼，然后还有这个环保杯给你装饮料。谢谢。为什么早餐要内用啊？而且等一下保温杯要洗，很麻烦。你知道吗？这些新闻都是有关垃圾分类的社会议题。他们不仅让环境变得脏乱，有些垃圾焚化厂也产生了大量的毒气，同时具有爆炸性。常常因此造成意外，导致很多人员的伤亡。而且啊，还有可能因为那些里面的毒气爆炸，然后害得那些员工就这样死掉了。天哪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才要随时随地做好垃圾分类，还有环保的工作。好。看，明明是纸类，却丢在一般垃圾里面。哎，你看，还有玻璃瓶哎，太扯了吧！怎么大家都不重视资源回收呢？这没处理好，对环境的影响有那么大。
所以啊，我们才要随时随地做好垃圾分类还有环保的工作。哎，弯弯，干嘛？垃圾要分类啦，杯子怎么可以丢一般垃圾？好麻烦。虽然很麻烦，但是可以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呀。